所以你把这些都放在一起的话，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楚了，就是我这个画画的水平没有我儿子高，就是说，其实亚伯拉罕出乌尔，在摩利山现以撒，以色列人出埃及，到了西乃山呢，有摩西带他们设立这个约，说你们都是圣洁的国度，属我的子民，sorry，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你们是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属我的啊。上一次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后来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折腾了400多年之后，500多年之后到了这个大卫，所以大卫和所罗门在锡安山，其实也跟摩利山是本质是同一个意思，就是说呢。现在这个殿就盖成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呢，这一段记载的整个这个历史呢，我个人是把它当成是旧约的最高峰，就是说，整个以色列民族从亚伯拉罕被拣选，一直发展到大卫和所罗门，到这个殿被盖成，虽然经历了。可能快1000年了，这样的，但是呢，神的应许不断的在实现，不断的在实现。那沿着这个路程呢，有一代又一代的这个 faithful people，就是 faithful people 怎么翻译？这个就是一直持守这个信仰和信心的，对神的信心的。然后一直到了所罗门和大卫，所以大卫在这个地方，大家我越想我越觉得他很不简单，很不简单。就是说，因为一个四分五裂的一个民族各自可能都管自己的田园啊，或者自己该住的地方，然后被欺压了一下就欺压吧，那怎么办呢？反正那日子还是得过吧。然后呢，虽然有王，然后王的这个第一次的这个实验，那个所罗门王也做十，呃不，呃，扫罗王也是40年了，所以整个这个实验不短，好像也不成功。OK，但是呢，到了他这地方呢，他就一下子就抓住一点，然后这个约柜一定要进来，然后这个殿一定要盖成。这个不管，虽然这两神同意了约柜，然后呢，半同意了这个殿吧，这殿是本质同意了，但是他本人的，他本人没有，虽然没有实现这个呢，但是他的走向就完全跟这个神的心意跟计划是 resonate，就完全符合。所以说呢，他把整个这个以色列民族和这个整个国家的建立，还有整个的这个文化的建立，推到了高峰。所以呢，在我们从那以后，你如果去问圣经说关于"西安"这个词在哪儿出现，大家能够怎么猜测一下吗？就在那个之前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然后就是，大概这个词出现100多次吧，然后呢就是诗篇就占一半，为什么占一半呢？很简单，大卫心里面一天到晚在想这个事情，所以他的大部分很一篇多篇的诗篇里面反复提西安，OK，然后就先知书，就是先知书就是。这个山呢，这个就是 exit 了，就是 exile，就是被掳，OK，所以在这以后的日子又不好过了，OK，所罗门之后的日子又不好过了，又散掉了，整个以色列国家又散掉了，然后又去敬拜别神等等等等，所以说呢，但是呢，这个锡安这个的建立，神与人同在的这个心意，从那以后。就 firmly built into 就非常坚固的建立在以色列人的心里面，
家庭生活里面啊，整个民族文化或者作为一个整体国家。所以西安在诗篇里面多次的出现啊，大概一半以上，然后西安在先知书里面也是多次的出现，因为先知们基本上大，我如果没记错，绝大部分的先知书都是写在他们这个被掳，开始被掳的时期一直到被掳，所以他们就一直看着西安，一直看着这个殿啊，实际上就是看着神。所以呢我这里面没就实在太多了，我就没有啊，没有节选很多，就是啊，比方说他这里面啊讲到这个，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他在深山上。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然后以赛亚书里面讲到说呢，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西安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这段经文在新约也常常被引用，启示录里面也提到西安山，就是将来神是一万四千四百，都忘记了，那个是12×12那个然后呢这个然后是也是看到这那段圣经，好像是第五章吧，那段圣经也讲到，就是说福音要传到万国万邦万民万族也是在西安山上。所以西安就成了整个以色列人对神的盼望，对神的信心，对神的依靠，也是神的应许的代言词。 OK， 那这个呢，我想再次提到这个大卫王非常的不简单，非常的伟大，甚至就是说他呢就认准了一件事情，整个国家的昌盛，整个民族的富足安定能够继续的活下去，而且活得还不错的话神必须在他们当中。那他能够想到的就是给他盖个殿，把他生活安排好，不要跑了，不要离开了，不要走了，这样所以的确就随之呢，整个以色列人的生活借着这个殿，借着这个整个系统的建立赎罪感恩接近神以色列人一年几次包括耶稣生活时代，他父母也带着他去这样的等等等等等等吧，就都围着这个在转了，都围着这个在转了。所以包括他们的回归也是围着这个在转，我回归能不能先建殿，再建城墙，再把家室怎么样建立起来，如果顺序弄不对的话，又出现什么样的挑战跟问题等等等等。那再往大家不难就想到，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呢，神的同在，我们每个礼拜希望来教会，还有别的时候也在一起聚集从某种意义上教会似乎是类似于这个以色列人当时的这个圣殿的这个系统但也从根本上塑造了我们基督徒的文化所以呢，我剩下的时间我想谈一下我们现在。那今天早晨这个永明带我们敬拜的时候，那个诗歌里面我如果没记错，其实也有类似的这么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每次的聚会，我们日常的生活，神的同在在不在吧，这是一个zero's out of question， 就是说然后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如果有任何的含糊，或者任何的觉得哎呀没必要去很多的去关心或怎么样，那我就很担忧说我们整个的信仰，或者是那整个群体的这样的成长
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所以说呢，这个在这个在当时的以色列人的这个系统里面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啊。所以他们在巴比伦河边想到西安就哭了，因为伪造大，他们觉得整个系统就垮掉了这样。那我们现在借着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一切，我们不再有所谓的献祭，也不再有所谓的一定要在某个点圣殿的这么一个概念，我想这些大家都非常的清楚吧。但不代表说我们不去像大卫一样紧紧的抓住神同在的这么一个根本的我的就是他做出来的最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对以色列人来说，这也是为什么说是整个以色列的信仰的高潮。所以我们如果回顾我们一周的生活，或者是包括这样的聚会还有包括我们的工作等等等等，家庭神同在的这样一个问题吧，或者一个 question， 不是 problem， 就是说是不是常常的在我们的这个思考、我们的寻求、我们的渴求当中吧。那与此同时，我们去看我们周遭的环境的时候，我们也其实也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你比方说这个新墨西哥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说他每个我们这个州呢每年呢是有legislative session 怎么翻译立法会议对吧 ？OK， 谢谢。在桑塔费这样的。那今年应该已经结束了。OK， 那这个大麻法呢，大概明天会 celebrate 就通过。OK， 这个我们州长会 celebrate， 然后呢这个好像我们州也通过了一个，应该是说abortion up to birth， 就是只要孩子没有从母腹里面生出来，你还是可以 abort 他。这是我们州的这个应该是已经通过了。然后呢还有这个 assisted suicide 不知道怎么翻译协助自杀的也是通过了等等吧。然后在这个当然在这个立法这个会议这个过程中，大概从一月份开始吧，大概过去两三个月，我收到很多的 email， 然后呢要祷告要怎么样。但是今年呢当然有特别，就是说整个那个这个 house 也被围起来了，不准进，因为这个别的一些事情。然后呢所以很多事情好像就是通常以前很多教会去做的事情也没有做成这样的等等吧。然后我们就会也会在想说这个也会联想到神同在的问题至少我联想到这样。然后这个我们去看很多别的一些的发生的事情包括我讲到说包括我们学术界的某一些的发生的一些的事情嘛，也都在大家都在讨论。那我就注意到呢，就是说现在呢就是整个文化对于人是什么是重新思考了。 OK， 就人怎么定义啊是重新思考了。 OK， 大家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吧OK， 那基督徒的标准答案，或者主入学的标准答案，就是说，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对吧？那这句话呢，其实非常丰富。你首先你要讲，就是说，人不能够自己给自己随便定义是神来定义，而且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OK。所以那现在呢首先呢是说呢人跟神是分开没关系的，所以说呢我们不谈神，我们就谈人。 OK， 那先把神拿掉，所以这个神同在就不谈了，就这个范畴不存在。 OK， 然后呢
人呢，以前的定义呢，就是说，那我们就按照你的 biology， x x x y， 是吧？我不学生物，但大概我还记得这个。然后呢，这个或者是跟你的器官有一定关系吧，这样。那现在呢，是说呢，你这个事实我们不否认啊，我是 XX 啊，我是 XY 对吧？我是 XY， 这个例如是 XX， 这个事实我们不否认，我没讲错嘛，我是 X 呀。那但是呢，我们要考虑到例如的心情啊，例如的这个当时的感受啊，那所以说呢，那这也是真实的他的一部分，所以说呢。啊，所以人不再以这个为定义，也不以器官为定义，而是 以心情感受为定义。所以说，然后而且还不是 binary， 就是可以是 continuum， 连续性的这样。所以说啊，这些听起来好像跟信仰没有多大关系。但从根本上呢，你如果把人重新定义的话，那所有跟人有关的 institution 全部重新定义。我这句话再说一遍，如果因为婚姻是由人组成，家庭是由人组成，社会是由人组成，工作是由人在做，各个政府是由人组成，就除了自然界跟 building 之外，剩下都是人组成的东西。但你每一个单元的定义重新被定义的话呢，所有由人跟人有关的东西全部重新定义。大家理解这个 implication 吧。所以说呢，现在我们是在讲这些方面的议题，以后就会讲所有的别的议题了，只要跟人有关，因为人本身重新定义了。 OK， 所以呢那神同在这个概念就更遥远了。所以你们基督徒可以去到你们家或者是你们教会去谈神同在，不要在别的任何地方谈神同在。那 you know， 所以呢我在开车的时候今天来的时候跟丽如讲说，我说我一肚子话不知道怎么跟大家讲，就是讲觉得讲不出来，我也讲不清楚。但是呢，这个就是说到底我们是在这个山的往上爬，还是已经 exit 到一种程度 ，it become completely irrelevant 了？神到底要做什么？那我们教会是不是能够去明白这个神在这个时代的一个作为和心意，以至于能够跟得上？然后能够有效的去回应这样的一个挑战。所以如果我们是当然你如果做全球统计的话，其实基督教是在增长，虽然可能不在美国，但是在别的国家别的地区这样。那但是我不知道在座的是不是有准备搬到另外国家地区的人，假设没有的话，那我们就要面对我们要面对的这个环境跟这个文化所呈现的挑战。那我们如果处在一个所谓的一个 overall declining 的一个 environment 里面，教会要怎么做呢？所以这是我们在 New Mexico 要去回答的问题。你不能完全依靠在非洲的或者是在亚洲的基督徒来替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吧，对吧？所以说那我们是说我们过去50年的方法或者30年的方法基本 OK， let's keep doing it， 还是说虽然那个方法不错，但是周围的环境已经变了，我在美国30多年，这个已经不是那个样子了。OK， 所以说那教会是要怎么调呢？以至于说神的同在，我们这样真正就是讲的很 to the point 一点的话，以至于说神他仍然是 with us， 对吧？仍然是在
lead us， 在 equipping us， 再能够 effectively 啊 counter 这个我们啊，我们仍然行在这样的一个使命当中啊。我们去看整个这个以色列人这个 exile stage， 就是流亡的这个阶段啊，他们是我是读来读去还是可以读到一个 faithful group， the remnant kept everything going， 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很可能是我们这个等于是说我们这个新墨西哥州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需要非常严肃认真的要来回答了。在过去十年二十年的方式是不是要调？如果要调怎么调？我们礼拜六上课的时候提到 formal learning， formal learning， informal learning， 对吧？那这个我有时候我跟例如没事的就谈这些事情，全民皆兵的学习到底解不解决问题吗？是，如果大家对这个想来想去没有神同在，我有时候其实我也不怕大家笑话，我每次上完课的时候我问我自己这个问题，今天这个课是我到底有没有神同在，怎么人越来越少啊，这好像没有神同在啊，这个等等等等吧。所以因为这个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应该要去问的问题，应该要去回答的问题。那如果这个不是出路的话，那我们就继续的问神啊。What is Holy Spirit saying to the church today, to the New Mexico church, 或者 to us, 或者 to America? 这类的问题我觉得神他应该是有一些带领的，然后呢也应该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教会群体，影响家庭，影响我们的下一代，影响我们个人等等等等吧。否则的话呢，我们已经被这个 exile 的这个洪流在拖着走，但是我们还有一些 false sense 吧。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听起来好像跟日常生活不关联，但其实是非常关联。就像我想到我们家安主这样要搬家的话，他将是怎么样的与神同行在新的地方，而且能够成为神所使用的一个神家里的一员，能够在这个时代成为他的见证这个说到底的话呢，就变成在不同时代，不管是上升时代还是巅峰时期还是衰落时期唯一到最后能够把持住的就是所以在一个整体来说，在一个 declining 的一个declining 怎么翻译，在整体一个下降或者衰退的一个大环境中，教会是不是有不同的策略跟操作？那应当是什么？我觉得神是应该有信息的。当然你问我的话呢，我有我的某些回答，但我不敢讲太大声，因为我也不知道他 work 不 work， 所以呢，因为这个东西一做就要做那么十年二十年，那个时候you know 青春就过去了，对吧？当然我只能讲我自己，就是说三十年下来我是走了这么个计划走了这么个这个过程吧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诗歌最后它是给我们很大的盼望的 you know 更多是吧，那个我记得忘记了就是说在我们的goes without saying 吧，我们的真正的信心和盼望仍然是在神身上但在这个的基础上，我们仍然渴求神在这个时代与我们同在，有带领我们有大能的作为。我们仍然渴求在这个时代将来神是说我们是忠心良善的仆人，
仍然渴求在这个时代将来，神是说呢，虽然在一个整体环境在衰退，在 decaying 的这么一个阶段，我们 stayed faithful 而且useful， yeah， effective witnesses for him and his kingdom。 好，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结束。恩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来呼求，因为我们实在是看到一方面你心意的深远和宏厚，另一方面也看到我们所面临的处境越来越具这样的挑战。我们虽然从很多的方面意识到我们不见得完全进入到你的心意，但是我们渴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的小信，我们的缺乏，也怜悯我们的 lukewarm， 求你赐智慧，特别是实践的智慧，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教会，在我们这个族群，在我们所处的社会周遭的环境当中，如何能够明白你，也如何能够借着与你的同在能够成为你的有力的见证。恩主，我们知道你在全地的计划没有人能够拦阻，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它，停止它。我们也盼望着这样的国度的扩展，我们也渴求能够在中成为一份，所以就求你悦纳我们这样的祈求，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当我们一起来思考你的同在，思考你的带领不管我们是个人家庭，不管是这近期的计划还是将来的计划，我们都求你的圣灵搅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如何珍惜光阴如何来跟随你的脚中心愿你祝福。谢谢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